糟糕一带来欧盟南西北输兵来招来招来具体是个困难的动作了今天开那帮两百男生呢要是实体开哎欧盟南西北走在亲自巨龙车上车二动画不懂做什么爷爷苦是我重的听那记住孩子啊上年了没了没了啊这个今朝一讲上年呢有一个女演员啊风头蛮劲了叫雷明德是吧不是你拍出啥个新戏啊而不是啥个有花边新闻啊而是因为呢上台唱这首歌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雷明的后世反气给他唱一首歌虽然立了当中的是后世但不过大家的记忆里呢谁始终带着雷明的个打不是手的红色高跟鞋阿姑姐阿姑姐嘿天皮们你眼睛是吧肥胖的也得慌一点对几个身体没得像盖雷棒哎，三分鸡血，三分粮包，四分漫不经心，半边个后腮抠得眼的。啊，这样你还是吃着了，追了上来个啊？马云先生那是干得不清楚的，是吧？跟你只得上台分到一眼眼睛，上到一眼眼睛的马云呢有机会，上台那个眼睛这个一挪脱了，那抠出来个人才是三人队的，啊，至于第三还吃着了，追个种感觉，真的呀。那两个阿丁鱼汤呢给对面给副眼睛不告诉啪好的好的呢哇呀一上得的雷屋的黑居民居民啊你奴族啊谁咋的落地家落地逼迫居民啊告诉我是奴族啊又是阿德你都告诉我你这个哪位都是奴族呢啊对了谁是因为阿丁这个独明个金属哎个抖手身啊一万六千五百八十度扣出来个人咋咋的是三扎队落地逼迫的了我想那个雷明德但这是因为分到眼睛还是因为吃个烂嘴唱个逼得中不是你在那门呀啊人那张眼睛那个那大爷来行了个那来听那四个叫声我这个人是滴酒不沾地不抽烟不喝酒我真没喝酒啊我对这个蔡健雅这首歌的一个解读觉得就应该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的女性红色高跟鞋的那样子的一个女人嗯这个嘛也灭也喝雷大你这个阿无知啊听起来不大带劲的哎呀我刚分起来我不听那个声音的有的什么是吧嗯不不进嘛要塞量吧我告诉你这塞的晚但你讲因为大哥哥观众一年当中的李明大夫导一样一直拍了些是一集的一出球一天啥子两趟热水搁在你们的神都一在生命之间定雷就是定级雷量这个不是毛房子定雷啊他这个收最近的送个房子啊是定雷啊定雷吗你拿十三的也抵收最近的啥意思啊因为我关心个事情关心个事情这个这是这个你中送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啊是定雷啊不是应该不是具体呢等待我中了是这样我不进去你来出过来自己来扣啊这个接雷明德是吧雷明德雷明德报告印象当中应该是哪样子自信优雅低劣沉稳谁让你被个狼啊帮你像个心扉一样怎么可能没事挫骨削皮拔的毒啊你要遭多少的罪雷明德呢七六年个哥们的岁数年纪呢也四十几岁这个四十岁之前呢确实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心怀的举总是挂这个我里听爷娘活当听来是从来不让爷娘操心来举个例子啊都带中国那位置不让爷娘担心自个干嘛有了啥个主动打几个男同学孝心不会在里都不许呼吸自个啊你都不许啊
人家没有向我表白过，只是我自己心里感受，我觉得他们会对我有一丝好感。我就有一次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每一个人同时，就是我要拒绝他们的信。其实人家也没有向我明确的表达什么。那太可爱了。对，我就写了四封，很短嘛。那你回忆起当时这个举动是什么感觉呢？觉得那时候自己好可爱啊。我不知道。还是说傻啊，傻乎乎。现在想啊，现在我觉得想的真的是挺牛的，能人家没给你表达的时候，你就觉得人家可能会这样，但是你不能让他发生，所以你就先拒绝了。还是蛮有劲的，成功年代一样的。哎，男同学、女同学，在这青春期难免总归有点朦朦胧胧的。阿呆，是哪个呀？三十五块的还有各位个？女主朋友啊？不，女主个笔友，笔友，名字叫王美丽。那么三十五块的一个笔名叫啥？哦，结棍，三十斤，拉屎。粉彩盒，王美丽扣得了送八的个三十五块的鸡汤也嘎巴里，还有三十五块的哪需要个那个粉？一个是狼原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我还唱了，一个是狼原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结棍哦，这一些都快的呢，也带外头去多打，我们也带王梅的在外一上门的人爱当小子。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怒去也莫牵连。好，王美丽口子各位夸子三年三夜，还有美丽口子电视剧才晓得，个家伙全部才是猜得来个么子精。所以雷鸣呢，那一路是稳稳当当的。爷娘干啥呢？做啥？那么按照你到爷娘的计划，该中毕业呢，开个师范，开师范么？将来做老师了。有没有男娃最后做演员呢？你读个谢娘娘热心，你读谢娘娘呢是街头里向上班的，虽然中戏再生的谢谢么在沟里个个。神农没生来去叔叔娘，叔叔娘，那么生得爷娘同意嘛？那就到北京去看一看。就考上了，考上了第一啊、哦！你这太神了，哎，运气好。你的班主任就是巩俐的班主任，对，高老师。雷鸣的中戏的班主任之前呢，就是巩俐的班主任了。哦，所以雷鸣的是巩俐的嫡亲师妹，两家的感情是这个大几趟娘不一样的。巩俐打雷鸣的为扮过同一只角色。一个电影版，一个电视剧版，富贵你像个沈家珍。富贵，哎，带我走啊！走走走啊！三十岁主持人雷鸣呢，顺风顺水。三十岁个人呢，随了让一个。女演员在这哈个年龄头啊，那但是基本上像是不择戏子，为啥子呢？米粒麻辣结婚子。你结婚几年？七年。那你这七年拍戏了吗？很少很少。哦，很少很少。那你为什么不想去拍戏呢？那七年？我觉得，如果家里有条件，你可以不出去工作的话，就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啊。那么雷鸣的自家无人给不了家庭，给不了男人，结果呢？有一趟去日本白相，想吃块冰淇淋，想喊男人骂，结果来的都男人呐。哎，谁人来唱歌辰光哎，一咋棒哎？吃没吃啊？这么大的人了，这玩意好有这么好吃吗？哎呦，这态度是，那么自家嘛，自家嘛。昨日自家身浪向袋袋绑上布，一翻两百，全部该给男人的。哦，所以你讲男女相处啊，不要特意委屈自家，不是啊？这个么子经真的。那也讲阿丁真的，当初呢，那个女朋友那个丽娜，不是纪检吗？哎呀，阿丁个种神奇女人，只一个女朋友噶，另外一个漂亮文秀儿，个女个全名是叫啥？叫欧吉丽娜，五岁吧？哎，哦，女朋友阿姐，我是。欧吉白总，那个欧吉嘛。那么结婚七年呀，雷鸣呢，全身心付出，但是那婚顿上呢，
一个位，再没昨日心灰意懒。两高头的人分开着，那么里面的一高头到哪？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恢复单身的雷明丹的帅哥，不会特这个人子。越来越喜欢我自己，越来越爱我自己，是近两三年吧。嗯，就是我40岁左右开始的，反而也就是叛逆开始的。那么您的40个雷明丹呢？啊，变得是越来越自信，啊，自己从来分这个都得发。啥意义上的这个毕竟80岁的啊，我的也在我起来的，2018。国际神帝为让让大家眼睛就刷一亮的对发逆着来自身对发可以用哈咻咻一你恨爱色的百姓浪向一步在扣得出来的一个种上去祝贺刘敏涛，请敏涛上台接受致敬。从伟中者和天世长歌，刘敏涛在霸气御姐和贤慈母亲之间自如切换，极具张力的表演备受好评。从艺20余年，刘敏涛用心完成每个角色塑造，以扎实沉稳的演技成就品质角色。刚才在底下其实有一些紧张，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我3年后的，在国剧盛典的相聚吧。3年前因为《琅琊榜》也好，《伪装者》也好，能站在这个舞台上，3年后的相聚，我感慨颇多。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演员给我的这个职业给我带来的太多太多了，因为我很热爱他，所以。我怎么能不把它做好呢？心态一好，精神面貌不一样，运的跟来是哈来子。事业浪向虽然讲耽搁子一老七年啊，是吧？被女主角个机会呢是噻，但不过今朝拍过个角色，反而让那个名气更加响。再有名目是到京东虎口，王凯一来拍个伪装者。哦。被山高头个大巴车啊，民警。我民警17岁接管民家。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的，我什么都不怕。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瓣呢。你怀的不会是花瓣吧？我搞了半天，你们刚才说的热火朝天的是在给我们演戏呢？什么话？你毁了我一辈子啊！你现在还想毁我儿子是吧？拍十行电视，还要唱歌，还要参加综艺，那个生活状态才是一个是忙并快乐着，说明啥？单身的人是空呀，哎，这瞎讲瞎讲，因为道理属于讲道，不管是单身还是两高头，道理一样的。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身边的墨镜也歪，随机浪向十步挖半杯。哦，各位老板啊，你厚葬啊！整个戴大王位，让戴墨还是虚头花心骗人动地呢？广告各位马上来看。什么云在你身边？云里一体，贴身服务，随心。
全可控，移动云，五 G 时代，你身边的智慧云。绿宝广场一站式教培中心，绿宝同学会5月11日到6月1日携手广电举办快乐教育节，99元抢6节精品课，涵盖数十种学科，更有多重好礼相赠。报名热线6291-9199，绿宝同学会，孩子们的一站式教培中心。商家自主报名流程：第一步，微信搜索关注苏州锦鲤；第二步，点击微信下方菜单栏报名板块，进入商家报名页面；第三步，根据要求填写真实信息，带星号的是必填的哦。第四步，勾选是否同意以下声明，点击提交按钮就报名成功啦。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多看一眼，安全保险；多防一步，少出事故。生产再忙，安全不能忘。牙齿种植找牙博士，牙博士口腔，欢迎您继续收看。士兵脸炸，脸炸。大家好，我是苏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民警马驰。现在有不少朋友都喜欢收藏。我有一个叔叔也特别喜欢买古玩，买回来一个宝贝，天天捧在自己手里，觉得是捡了漏要发财了，睡觉都要笑醒。有这个爱好呢，我们都很理解，但是人呢真的不能贪。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他收藏的这个诈骗故事，我们来见招拆招，看看他们的套路。故事的主人公姓吕，他也是一个收藏爱好者。有一天呢，他突然收到了一条视频，没想到这个视频一点开啊，整个人都呆了。有句话讲得好，盛世玩收藏，喜欢收藏的人啊，永远都有一个捡漏的心理，大家把这个心理啊，一定要稍微遏制一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捡到了，那你一定是违法。所以收藏古玩一定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可以收藏，什么不可以收藏。比如说这位吕先生，假如他这次买到的真货，他要是去吃牢饭，那么就真的印证了一句老话，赔了夫人又折兵。欧盟男人这一回再拼命，门再来弄个再玩，拜拜。